根据七月刚刚开通的中国海警官方微博，北京时间9:30公布，2018年8月7日，中国海警2501舰艇编队在中国钓鱼岛领海内巡航。在中方公布消息前，日本方面尚未来及对此事进行报道。中国海警官方微博第一时间公布了海警编队钓鱼岛巡航的报道。中国海警2501号海警船是我国2014年下水2015年5月服役的新型5000吨级海警船首舰，其船长达到128米，最大排水量5500吨，最高航速22节，在双发动机、双舵、双桨的帮助下具备良好的操纵性，舰身后部具有直升机起降平台，能搭载直升机，还配有先进的通信导航系统、高压水炮和先进调查取证设备等，一直是中国海警钓鱼岛巡逻的主力。此前曾多次带领多艘海警船执行钓鱼岛巡航任务。中国海警2501号海警船